靠两位巨星的这场比赛仍然会带给我们无限多的回忆。其实到现在比赛仍然具有很大的悬念，我们看到 Sweet 能不能在 World 复活节毁掉梦的祭坛。他来到的祭坛这里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它，路马上召集小精灵过来修理。 World 马上就要复活完毕，用小精灵过来放英雄的 mana。 祭坛，我们看到梦此刻所有的部队都赶来伊莲这里回救，数量众多的奇美拉。哦，随着一道光闪过， Warden 再一次出现在了 Sweet 面前，相信这肯定让 NE 大军士气高涨。 Sweet 直接把攻击目标锁定在 Warden 身上，这边奇美拉在点石无妖， Warden 身上有速度之靴，奔跑的速度也是相当快，很难追上了。回头一个二连击打中了追赶的奇美拉，阿木的 Warden 又杀了一个回马枪。 Leech 实际并没有 Mana 帮 Leech 补血，利奇危在旦夕，蜘蛛也全部被点掉了， Sweet 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。利奇爱你突袭，利奇弹死在了 Warden 的毒镖之下，时期还在追杀 Warden， 不过没有 Mana， Sweet 应该选择放弃了。啊 GG， Sweet 打出了 GG， 真正的 Go Game。 好了，精彩的比赛解说到这里，我是稻草芭比，谢谢观看。